地球遭受神秘力量袭击，90%以上的人类突然暴毙，到底是什么引发了这场灾难？大家好，我是阿奇，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末日惊悚剧《世界之战》。凯瑟琳是天文研究所的资深专家，这一天突然收到来自外太空的超高频信号，经过数据比对，凯瑟琳确定没有任何自然现象能够制造出这种信号源，唯一的解释就是外星生命传递的信息。这个推测立刻引起高层的足够重视，原来凯瑟琳正在参与一个外星生命探索计划，他将音乐作为全宇宙的通用语言发向太空，这次接受到的高频信号可能就是外星生命的回应，不过其中要表达的含义就不得而知了。在座的大佬们议论纷纷，这段信号到底是友好的问候，还是威胁的警告？凯瑟琳对此也没有好的建议，只能加派人手，在天文研究基地继续观察。谁知当天夜里，雷达检测到有大量物体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接近地球，还不待他们有所反应，未知物体就穿过大气层，带着长长的火焰砸向地面。研究所众人紧张的冷汗直冒，可几分钟过去了，想象中天崩地裂的场景并未出现。根据现场传回来的图片，掉落下来的都是一些体积不大的块状物，仅仅在地面上砸出几个深坑而已。根据初步统计，类似的坑洞足足有2500多个。出于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官方立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和机场暂时关闭，呼吁所有居民待在家里。而检测人员也很快抵达坠落现场，确认砸入地面的是一种圆形金属物品，周边并未检测到生物化学元素，只是磁场比较强而已。虽然暂未发现什么危险，可凯瑟琳心中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友好问候的方式，于是立刻拨通妹妹索菲亚的电话，让她尽快赶到天文研究基地，毕竟这里相对来说安全许多。不过几个小时过去了，这些金属物品再也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周边磁场的强度和宽度正在增加。凯瑟琳猜测可能是外星生命正在扫描地球全貌，可中校却觉得没这么简单，因为金属球的降落地点全都在人群密集的地方，说不定是种未知的武器。此时所有检测数据已经上传到服务器，专精电磁场的教授比尔正在电脑前发呆，他曾经得出过一个研究发现，感应电流能够影响人类的大脑活动，如果将它的宽度放到足够大，那么很有可能危及到生命。现在金属球的电磁场正在不断变强，比尔推测人类很有可能迎来一场灭顶之灾，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给任职于国防部的儿子，建议对方赶紧疏散居民前往地下室或者金属空间，可这明显超出了儿子的权限，安全部长认为疏散的代价太大，而且这个推测没有实际依据，随口拒绝了疏散的提议。好在这个男人十分相信父亲，考虑良久后，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地球即将遭遇袭击的消息，其实也不用他的提醒，很多居民已经处于惴惴不安当中。家庭主妇莎拉给出差的老公打了一通电话，约定前往住在远郊的祖父家碰面。此时的街道已经被汽车堵得水泄不通，莎拉一家人简直寸步难行，正在商量要不要下车时，忽然天上飘出一抹光亮，这是强磁场影响大气层的结果，不用猜也知道更大的灾难即将降临。路上的行人开始混乱起来，莎拉知道不能继续等待下去，连忙踩下油门，掉头朝旁边的地下车库跑去，一番疾驰下来，很快绕过拥堵路段，接着立刻下车，顺着杂乱的人群朝地下车站跑去。就在这时，天文研究所的中校发现派出的侦察机全都无故坠毁，紧接着灯光开始闪烁，凯瑟琳立刻察觉不妙，连忙打给妹妹询问到哪里了，可此时的索菲亚被堵在路上不得寸进，凯瑟琳让她赶紧下车去找山洞之类的掩体躲起来。就在这时，电话信号中断，基地内的电力也飘忽不定，中校连忙疏散所有人员前往地下避难所。电话那头的索菲亚还在纳闷，抬头看见天上的磁场亮光越来越强，路上的汽车也突然熄火，他想都没想就开始狂奔逃命。就在下一刻，整座城市的电力全部中断，世界就像被按下暂停键，顿时变得安静无比。也不知过了多久，一名黑人男子从油罐车中钻了出来，报废的汽车远远看不到尽头，本该车水马龙喧嚣的道路现在却变得死寂一片，想不到真被老教授比尔猜中了，散落在繁华城市的金属球释放出强力电磁场，几乎收走所有人的性命。这场灾难虽然来得无声无息，可给人类带来的创伤却无比巨大。这名黑人男子也是命大，晚上在港口偷盗时不小心被守卫发现，于是爬进一辆空的油罐车中躲避，却不想恰好躲过电磁灾难。同样幸运的还有莎拉一家，在地铁站中成功逃过一劫，天刚亮就顺着人群来到街道，当看到随地散落的尸体后，几人感受到了彻骨凉意，好不容易坐上汽车，却发现无论如何都无法启动，莎拉只好选择步行，她还是决定前往祖父家，因为之前已经和老公约好在那里碰面，
尽管不知道对方现在是死是活，几人就这样走了整整一上午，恰好经过一家大门破损的商店，他们决定先填饱肚子再说，却不想这里也躺着两位死者，几人对此已经麻木，正准备打包一些食物带走，谁知其中一位死者突然开口求救，仔细一看，居然是在油罐车中幸存下来的黑人男子，原来他要比莎拉一家人早一步来到这家商店，正准备补充一些生活物资时，谁知商店老板突然出现，一言不发就扑了上来，小黑只好无奈开枪，虽然成功将对方击毙，可他自己也被刺中腹部，好在遇到莎拉一家人，连忙开口寻求帮助，但莎拉却面露难色，现在自保都困难，想要救人谈何容易，善良的女孩艾米丽主动拿了一瓶水递给小黑，并表示会找人来帮忙，可小黑察觉到莎拉一心只想离开，果断出手抓住艾米丽，威胁莎拉赶紧去找医生，老母亲连忙点头答应，其实小黑也不想为难善良的艾米丽，随即松开了双手，莎拉见状立刻带着艾米丽头也不回地逃走了，也许小黑已经猜到莎拉一家人并不会帮自己找医生，想在末世下生存，凡事只能靠自己。天文学家凯瑟琳此时也从避难所中走了出来，虽然有发电机发电，可还是无法和上级部门取得联系，不过收音机里时不时传来一些奇怪的声响，中校大胆猜测可能是外星生物发出来的，不过凯瑟琳现在也顾不上这些，一个人匆匆朝着山下走去，他要去寻找自己的妹妹，自从父母双亡后，妹妹索菲亚就成了他唯一的亲人，当凯瑟琳抵达塞车路段时，一眼就看到妹妹的车子，好在并未发现对方的尸体，他觉得妹妹应该听从了自己的建议，躲进了某处山洞中，于是他又朝着山林走去，却不想正主没遇到，却发现一位幸存的小女孩，之前他在一处山洞里逃过一劫，可父母却不见踪影，凯瑟琳不忍心丢下小女孩，只好带着她一起找人，忽然从树林中冒出几个黑影，仔细一看，正是保护凯瑟琳的中校一行人，他觉得应该立刻回基地才行，因为谁都不知道下一波电磁攻击什么时候到来，可凯瑟琳坚持要找到妹妹，中校没办法，只好带队陪她一起找人，好不容易在一处峭壁，通过高倍镜看到有人在超市里疯抢物资，凯瑟琳觉得妹妹可能也在那里，觉得有必要过去寻找一番，可当大家抵达超市时，立刻发现不对劲了，之前哄抢物资的人群全都消失不见，周边静悄悄的，甚至还有血迹残留，所有士兵提高戒备，分成几组开始四处搜查情况，其中两人在一个房间中看到许多惨死的尸体，身上的血迹表明这些人并不是死于电磁攻击，心中顿时升起不好的预感，与此同时正在外面警戒的一位士兵突然中枪倒地，所有士兵连忙开枪反击，只不过好几位士兵倒下去，甚至还没看清袭击者的模样，混乱中凯瑟琳带着小女孩躲进超市里，却不想很快就被盯上，当她感觉到有东西越靠越近时，忽然枪声响起，原来是中校带人赶到了，这时候凯瑟琳才察觉那名女孩不见了，于是连忙四处搜索，却不知女孩也感觉到有东西正在靠近，连忙躲进一个冰柜中，可在下一刻冰柜的玻璃门被打开，当大家顺着声音找到冰柜时，女孩已经变成冰冷尸体，中校觉得这里实在太过诡异，下令立刻返回基地，可所有人心中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难道超市的袭击者真是外星生物，否则为什么会如此残忍没有人性，以上就是世界之战的第一期内容，神秘力量袭击地球，瞬间灭掉大部分生物，可谁都没想到这还仅仅只是开始，一种前所未闻的杀戮机器突然出现，遍地捕杀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天文学家凯瑟琳和守卫士兵初次遇到这种怪物也是吃了大亏，最后不得不铩羽而归，所有人的心中都充满疑惑，难道这些外星生物真的想要消灭所有人类？就在这时，他们再次接收到外星生物的高频信号，只不过这次稍显不同，其中还夹杂着悦耳的音乐，凯瑟琳听完后忍不住颤抖起来，这首曲子她太熟了，正是之前为了探索外星生物而向太空发送出去的，结果显而易见，肯定是外星生物根据这些信号才找到地球坐标的，只能说他们还是太天真了，建议去恶补一下三体小说，不过现在已经酿成大错，当务之急就是如何补救，凯瑟琳有信心根据信号源确定外星生物在地球上的藏身之处，只要在接收器上额外安装定位系统就行，一帮守卫不敢耽搁，立刻开始紧锣密鼓的做事，当一切准备就绪，定位设备开始工作，经过凯瑟琳的过滤处理，终于锁定信号源的位置坐标，对方起初一直处于移动当中，可随后便在一处坐标位置消失，中校连忙翻看地图，想不到坐标居然就在这个峡谷附近，难道外星生命通过反向侦查发现了这处研究基地，他必须带人去坐标处查看清楚才行，莎拉很想知道发出信号的外星生物是什么样的，决定和他们一起去看看，一行人准备就绪，浩浩荡荡离开研究基地，顺着坐标位置一路前行，转眼来到一片树林中，四周安静的可怕，中校心中顿时生出不好的感觉，挥手示意大家停止前进，谁知下一刻一声闷哼响起，一位士兵中弹倒地，其他人立刻开枪反击，显然是中了埋伏，一行人边打边退，直到退出树林边缘，机器狗才没有追上来，
遭遇这场袭击，中校再次损失好几名手下。凯瑟琳虽然没有受到伤害，但整个人也吓得不轻。显然这群外星生物的智慧极高，还懂得做局下套。凯瑟琳越想越心惊，难道人类终究走向末路吗？好在存活的官方机构不仅他们一家，国防总部作为防范措施最为严密的所在，里面的工作人员也顺利逃过了最初的电子攻击，甚至还有员工家属在这里避难。不过他们同样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部长终于忍不住安排有限的守卫力量出去探查。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当打开防护铁门的那一刻，国防基地也将遭受灭顶之灾。此时老教授比尔和前妻正走在前往国防部的路上，他们准备去和在那工作的儿子会合。比尔是最先察觉到电磁灾难的人，对于如何躲避自然很有一套，拉着前妻在封闭的电梯里成功逃过一劫后，心中唯一记挂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当两个老人好不容易抵达国防部基地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地上躺满了士兵尸体，连基地大门都是敞开的，显然这里已经被外星生命攻破。老太太顾不上危险，连忙跑进去查看，这里和外面一样，同样是生灵涂炭的场景。忽然隔间中传来声响，比尔好奇地凑上去，默默打开大门插销，忽然一个机器狗一样的生物钻了出来，比尔吓得连连后退，很快就被对方扑倒在地。想必这就是外星人用来清理幸存人类的单兵作战工具，头部的弹口位置一直在伸缩，应该是子弹打光了。忽然一阵枪声响起，机器狗没了动静，原来是前妻开枪助阵，两人还没来得及松口气，走廊尽头传来呼喊声，想不到部长大人居然得以幸存，只不过此时的眼神中充满死灰，因为地堡中的所有人全都丧命，包括他的两个孩子。比尔的前妻有些紧张地询问自己的儿子去哪里了，部长得知名字后说他和一帮人逃走了，比尔夫妇这才松了一口气，随后答应部长要帮他安葬死去的孩子。可当一切准备就绪，部长又提出要将自己和孩子安葬在一起，原来他早就不想独活在这个世上。比尔夫妇的心中无比沉重，他们知道劝不动这位心存死志的人。清脆的枪声在幽静的走廊中回荡，仿佛携带着无尽的悲凉。老两口处理完部长一家的后事，再次回到基地走廊。比尔对之前杀死的外星生物充满好奇，虽然他全身包裹金属外皮，可里面填充的却是机体组织，像是一种原始的神经系统。老教授顿时陷入疑惑，外星生物的科技如此先进，为什么会用这么原始的战斗工具？不过他此时也顾不上这些，得先找到离开的儿子再说。谁知现实居然如此残酷，比尔外出时无意间发现自己的儿子居然死在了不远处的公路旁，显然是没有逃过机器狗的追杀。老两口的内心悲痛无比，仿佛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一般，好不容易恢复平静，妻子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他说机器狗既然是有机组织，老教授一定有办法将他们杀光一个不留。显然孩子的死彻底激怒了这位老母亲，比尔飞快点头答应，但要研究对付他们的武器，必须找一家合适的实验室才行。于是老两口再次踏上旅程，不过敢于做出反抗的远不止比尔夫妇二人。此时莎拉一家正行走在前往祖父家的路上，他们此前也是历经了重重磨难，只是为了和老公会合。经过一家医院时，里面忽然跑出来一名医生，满脸急切的样子，请求莎拉帮个小忙。当着两个孩子的面，莎拉尽管十分不愿意，可还是耐着性子走进医院。想不到这里的幸存者并不少，不过都是一些行动不便的病患，医生和护士早就跑回家了。说话间，几人来到走廊尽头，这间病房中躺着许多出生的婴儿，电磁灾难后他们全都成了孤儿，一直都是这位男医生义务照料的，现在他实在扛不住了，所以才请莎拉帮忙照看孩子。这对身为人母的他来说并不是难事，反而激发出内心的母爱光辉，也没再开口提出离开的事。就在这时，莎拉的儿子急匆匆地跑过来，说自己遇见一个老熟人。几人来到走廊一看，居然是在商店中遇到的伤者小黑。莎拉瞬间不淡定了，显然还记挂着对方挟持女儿的事。医生连忙跑出来打圆场，救死扶伤是医者的天性，之前也是他将昏迷的小黑送到医院的。这让莎拉顿时无语，要知道他曾经对小黑可是见死不救的态度。女孩艾米丽则要善良许多，主动找到小黑表示歉意。莎拉见了还想劝女儿离他远点，忽然医院外传来一阵枪声，小黑立刻感觉不妙，让众人前往地下室躲避，而他自己则取出随身携带的武器，忍着还未痊愈的伤痛默默守护在医院大厅。聪明的艾米丽想到外面的枪声绝对不是简单的冲突，这个女人好奇地透过楼上窗户朝外张望，忽然看到几只机器狗正在靠近医院，而守在大厅的小黑也很快察觉到危险降临。对于这种模样古怪的家伙，他不敢有任何动作，只能躲在柜台后面屏住呼吸。眼看着他们走进医院内部，小黑立刻跑去通知莎拉等人，当然还没忘记守在婴儿房的男医生，不过找了一圈也没看到人影。出于安全起见，他将房门加了几道保险，防止机器狗闯进这里来。好不容易在走廊找到正在打盹的医生后，疯狂拉着他朝医院外跑去。机器狗此时已经开始对病患展开杀戮，一些腿脚不便的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医院中顿时传来此起彼伏的惨叫声。男医生想到那些可怜的婴儿，
准备回去保护他们，可立刻被小黑强行拉走。莎拉一家运气比较好，躲在办公室里避过了一波又一波的追杀，最后一次差点和机器狗面碰面，好在关键时刻对方突然掉头离开了。一行人最终在门口碰面，男医生还是放不下那些婴儿，想要回去救人，被莎拉痛骂一顿后讪讪的朝机口跑去。万幸的是，小黑提前将婴儿房的大门堵死，在外徘徊的机器狗虽然听到啼哭声，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强行闯入。莎拉一家和小黑等人经过一夜的跑路，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无人的办公室，准备在这里稍作休息，谁知男医生心中一直惦记着婴儿，趁着小黑熟睡偷偷拿走了他的手枪，接着迫不及待地朝着医院方向跑去。当小黑发现医生不见时，已经是几个小时后的事情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医生算是他的救命恩人，所以无论如何小黑都得去医院找人。当夜幕降临，小黑再次抵达医院，不过这里已经死寂一片，所有病患早就丧命，好在嗜杀的机器狗也不见踪迹。小黑一路摸索，最终安全抵达婴儿房，看到男医生失魂落魄地坐在床上，这才发现所有的婴儿全都消失不见，显然是被机器狗带走了。小黑顿时傻眼了，那些杀戮机器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他们正在酝酿更加危险的计划吗？以上就是世界之战的第二期内容。外星生物侵略地球，肆无忌惮地清除人类不说，居然还四处搜寻刚刚出生的婴儿，他们到底在酝酿什么阴谋？小黑和男医生发现事情不对后，立刻逃出这家惨遭团灭的医院，可刚跑出去没多远，他们又被外星杀戮机器盯上，两人只好躲进一辆小车中，屏住呼吸，满眼惊诧地看着机器狗越过车顶，直到对方消失不见，这才松了一口气，继续行走在凄凉的街道上。谁知半路上偶遇一对老年夫妇，仔细一看，居然是老教授比尔和他的前妻。想不到两人离开国防基地，还将机器狗尸体也带了出来，准备前往学校实验室研究对付外星生物的办法。善良的小黑知道现在的街道太过危险，决定先带着比尔夫妇回自己落脚的公寓再说。莎拉的儿子汤姆对机器狗兴趣十足，老教授十分耐心地解释，通过对他神经元密度的观察，机器狗并不像是拥有智慧的外星生物，反而更像是一种被操控的杀戮机器，真正的幕后黑手肯定另有其人。比尔察觉到机器狗头部镶嵌的环状镜面，认为这应该是用来接收外界信号的，类似于眼睛般的存在。汤姆忽然想起来，姐姐艾米丽之前的眼睛看不见东西，可自从外星生物入侵后，她的视力就会时不时恢复，而且还能听到一些常人听不见的声音。老教授听完立刻陷入沉思，难道两者存在什么联系吗？说话间，原本看不见的艾米丽突然从房间中走出来，慢慢朝着机器狗尸体走去。她说自己感应到桌子上有什么东西存在。老教授满脸惊讶地望着艾米丽，这根本无法用现有的科学理论解释。一旁的男医生萨姆突然插话，这些机器狗还从医院带走了几个婴儿，其实他们还有所不知，机器狗甚至连孕妇都没放过，为的就是他们肚子里的孩子。这些外星生物到底想干什么？老教授顿时陷入沉思中。就在这时，医生萨姆急匆匆地跑过来告诉大家，机器狗已经发现这里，显然无法继续待下去了。一行人连忙收拾行李，飞快朝外走去。随着艾米丽再次听到诡异的声音，她的眼睛也随之恢复视力。可在下一刻，一只机器狗突然冒了出来，众人全都倒吸一口凉气，只有最前方的艾米丽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别动。说来也怪，机器狗靠近艾米丽后突然停下，接着就转身默默离开，显然对他没有任何恶意。这下所有人都傻眼，老教授比尔越发觉得艾米丽不简单，不过仔细查看她的眼睛也没发现什么异常。母亲莎拉此时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打算先和小黑教授等人前往教学楼实验室，暂时放弃和老公会合的打算，因为仅凭母子三人，迟早都会在街头遭遇意外。一行人带着机器狗尸体共同朝着实验室进发，看着眼前破败不堪的场景，心中全都无比沉重。其实他们十分清楚，当下只有紧紧抱团，才不会沦落为街头亡魂。好在没过多久，终于抵达老教授任职的学校，这里能够发电机发电，闲置的房间也不少，是个避难的好地方。不过老教授最喜欢的还是这里配置齐全的实验室。只见他用工具轻松拆下机器狗的眼睛，发现这是一个高精度探测器，表面还刻着一串二进制代码。通过破译编排，老教授惊讶地发现，这串代码居然是被重新排序过的基因片段。想不到外星生物对人体的研究会如此成熟。当他准备将这个消息告诉妻子海伦时，却发现对方居然不在住所内。原来海伦无意中从莎拉口中得知，今天是他儿子汤姆的生日。刚刚痛失爱子的海伦忍不住开口劝道，即使是在世界末日，也不应该忽略对孩子的关爱。于是两位母亲悄悄走出街道，打算给汤姆准备一份生日礼物。谁知在一个大型车库中，忽然听到有人呼救的声音，跑过去一看，一只机器狗正在拖拽一名孕妇。好在关键时刻，她老公用枪声吸引了机器狗的注意力，给孕妇争取到足够的宝贵时间。海伦和莎拉趁机现身，扶着孕妇一路狂奔，好不容易找到一辆小型面包车，二话不说就跳了进去。可惜最终还是和机器狗狭路相逢，虽然霸气的将对方碾在车下。
可孕妇却因为脑部中弹没了呼吸。当两位老母亲回到学校时，迅速清理掉身上的血迹，一脸神秘地将寿星汤姆带到事先准备好的房间。这里已经站满了同伴，生日蛋糕和礼物一应俱全，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日聚会开始了。也许这就是人类真正强大的所在，即使条件再艰难，也不会抛弃乐观精神和期望。同样没有放弃的，还有天文学家凯瑟琳和守卫士兵。此前他们好不容易逃离机器狗的埋伏圈，经过一夜的休整，终于处理好伤亡士兵的后事。凯瑟琳建议还是回研究所基地吧，贸然前行太过危险，可中校却立刻摇头，他们出来就是为了寻找外星信号源的，如果半途而废，那些士兵可就白白牺牲了。一行人再次起身，朝着树林深处走去。他们很快抵达一片被大火焚烧出来的空地，像是什么东西爆炸后留下的废墟。中校十分肯定，这里就是信号源消失的坐标位置。一声令下，所有士兵开始四处搜索。凯瑟琳发现残骸中留存着有机组织，感觉这里像是外星飞船坠毁后的现场。就在他陷入沉思时，一只机器狗从身后摇摇晃晃地经过，只不过对方像是瞎了一般，没有丝毫打算攻击的意思。中校好奇跟在他的身后，发现越来越多的机器狗在原地打转。凯瑟琳推测可能是爆炸导致他们的感应器损坏了。就在这时，不远处忽然传来枪声，原来是士兵正在戏耍不知道还击的机器狗，显然他们对这种东西也恨之入骨。中校没有加入宣泄的行列，仔细将周边搜索完毕后，并没有发现外星信号源。一行人没办法，只好失望的组队离开，准备先回研究基地再说。天空逐渐暗了下来，大部队终于安全抵达。可当他们进入内部时，却发现走廊尽头有黑影闪动，难道机器狗闯进来了？直到走近了才发现对方是个人影，凯瑟琳立刻认出，这不就是自己一直在找的妹妹索菲亚吗？早在电子灾难之初，这个女孩就听从姐姐的建议，躲在山体排水口中逃过一劫。当看到公路上堆满尸体时，索菲亚这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整个人都忍不住颤抖起来。过了很久才渐渐恢复平静。在前往姐姐所在研究基地的路上，索菲亚无意间发现一辆房车，准备收集一些补给时，察觉里面还有一位幸存的小男孩，口中还在不停喊着怪物。索菲亚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可又不忍心抛下他，只好带着男孩一起上路。两人万万没想到，还没走出去多远，就遇到了男孩口中的怪物。索菲亚连忙将他藏在缆车的座位底下，眼看机器狗正在一步步靠近，他只好故意发出声响，转移机器狗的注意力。此时的索菲亚也是慌得不行，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对付机器狗。好在关键时刻枪声响起，一名陌生女子突然现身，她像是专门收集幸存者一般，急匆匆带着索菲亚和小男孩来到一处社区。想不到这里的地下室还生活着许多幸存者，只不过这里的食物十分匮乏，出去搜集物资的男丁也在每天减员，相信用不了多久，所有人都撑不下去了。索菲亚立刻想到姐姐所在的研究基地，那里有足够的武装保护大家。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带着小男孩来到了研究基地，恰好遇到归来的大部队，姐妹俩再次相遇，自然是高兴无比。只是索菲亚心中惦记社区幸存者的状况，希望姐姐能够提供帮助，这件事非同小可。凯瑟琳只好去找中校商量，可对方很快露出为难神色，此时他也联系不上总部，一共就这么几名士兵，贸然过去风险很大。凯瑟琳虽然能够理解，可心中还是有些失落。就在这时，窗外飞过一群列队整齐的小鸟，凯瑟琳突然灵机一动，这些小鸟都是依靠细胞的量子特性才能列队飞行的，那些外星生物是不是也同样如此？之前搜索外星信号源时，可能是电波频率扰乱了外星飞船的导航方式，这才导致它在森林中坠毁。而那些机器狗之所以会变得毫无意识，就是因为连接指挥他们的飞船坠毁导致的。不过这种飞船到底有多少艘就不得而知了。凯瑟琳顿时有个大胆的想法，如果能用信号干扰的方式切断飞船和机器狗的联系，那么他们全都会变成待宰的羔羊。中校觉得这个方法十分可行，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一行人浩浩荡荡再次出发，准备前往社区解救那批幸存者，同时也要验证凯瑟琳的猜测，也许这次是打败外星生物的关键一仗。以上就是世界之战的第三期内容。这群士兵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每个人都严阵以待，默默行走在阴暗的树林中。前方的道路上忽然出现几具士兵尸体，地上还有一堆散落的弹壳，显然他们也遭遇了外星生物的伏击。所有士兵没有过多停留，再次朝着前方进发，因为他们此行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前往社区解救一批被困的幸存者。这群人已经待在地下室将近一周的时间，眼看物资即将耗尽，他们也不敢外出随意走动，因为外面全是虎视眈眈的外星生物，只要出去就是送死。好在这批士兵及时到达，其中的最高指挥官嘱咐众人赶紧收拾好行李，两小时后一起转移到研究基地避难所。所有幸存者顿时来了精神，他们早就想离开这个暗无天日的鬼地方了，转眼间出发的时间就要到了。中校已经带人提前守在门口，生怕遭到外星生物的袭击，可惜事与愿违，一名看守士兵忽然中弹倒地。
外星生物还是找上门来了。中校连忙下令反击，同时分出几名手下退到地下室，关好大门，保护幸存者的安全。而他自己则带人和机器狗周旋，打算尽快将他们全歼。谁知这次前来侵犯的敌人不少，军方士兵不断减员，就连凯瑟琳的妹妹索菲亚都不小心中弹倒地。眼看敌人正在逐步逼近，所有人都急得不行。凯瑟琳突然想起此前的推测，连忙从背包中拿出一个小型信号发射器，希望发出的波段能够干扰机器狗和外星指挥系统的连接。此时已经有机器狗开始敲击地下室大门，所有幸存者全都命悬一线，而凯瑟琳还在不断调试波段。几乎每一秒过去，就有一位士兵倒下。眼看机器狗已经来到妹妹身边，凯瑟琳终于完成波段调试，右耳听不见的高频信号发出，这群机器狗忽然开始原地打转，对周边的人类也视而不见。毫无疑问，凯瑟琳的实验成功了，这群幸存者终于度过危机，在为数不多的士兵护送下，慢慢朝着研究基地进发。中校此时也是信心满满，既然知道了对付外星生物的方法，人类总有取得胜利的一天。可还在实验室寻找外星生物弱点的教授就没这么顺利了。这名老者唯一的发现就是外星生物正在研究人类的基因排序，并且取得了很大进展，抓走婴儿和孕妇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正在阳台放哨的小黑隐隐感觉到留给大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不远处总是传来枪声，甚至还能看到士兵的身影，直觉告诉他继续留在这里并不安全，也许军方对外星人的反击就要开始了。可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愿意离开，现在还有其他更加安全的地方吗？有些心烦气躁的教授独自找到艾米丽，希望从这个特殊的女孩身上找到一些答案。不过这次算是找错人了，她只是莫名其妙的恢复视力，而且和外星生命有着某种联系，可这些都不是艾米丽主动想要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只是被动拉入漩涡的普通人而已。可这些无奈又能找谁倾诉呢？隐约间仿佛看到外星生物正在靠近自己，可回过神来才发现对方早已消失不见。谁知半夜醒来时，那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艾米丽好奇地站起身，默默朝着声音来源处走去，果然外星生物再次出现。艾米丽非但没有感到害怕，反而有种莫名的亲切感，于是鬼使神差地伸手摸去。就在这时，响亮的枪声响起，原来是巡逻的海伦突然出现，谁知只是一个照面就被机器狗华丽反杀。艾米丽想要伸手阻止，可惜一点作用都没有，眼睁睁看着机器狗将海伦击毙。当众人听到动静急匆匆赶来时，只看到倒在血泊中的海伦和不停颤抖的艾米丽，显然谁都没有料到意外的到来。老教授犹如失了魂一般坐在地上不停哭泣。经历这件事后，众人对艾米丽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为何海伦死得这么惨，可艾米丽却一点事都没有，难道她和外星生物是一伙的？艾米丽显然无法接受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决定一个人独自冷静冷静。老教授比尔始终无法释怀妻子的突然离世，好在他还没有彻底颓废，默默站起身准备让爱人入土为安。善良的男医生主动上前帮忙，老教授挖下的每一铲就如敲击在灵魂深处一般难受。也不知过了多久，还在黯然神伤的艾米丽突然看到机器狗再次出现，感觉对方像是来找自己的，于是他默默站起身朝着学校外走去。正在楼顶放哨的小黑看到艾米丽独自走出街道，连忙收枪追了过去，可他此时已经来到机器狗身边，感到对方没有恶意，艾米丽伸手摸了上去，突然间他像是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帅气的男孩正在抚摸自己隆起的腹部，谁知下一刻幻象消失，机器狗转身离开，原来是小黑找了过来。可艾米丽像是突然顿悟一般，坚信这些外星生物一定是在给自己传递某种信息，决定前往他们的巢穴弄清楚答案。小黑嘴巴都快说干了，也劝不动艾米丽改变想法，只好陪着他一起去冒险。原本这一路上肯定不会太平，可有艾米丽在场几乎就是畅通无阻。机器狗看到两人全都绕道走开，在他看来这些外星生物并不可怕，反而更像是在给自己带路。而学校里的众人都在忙着处理海伦的后事，只有细心的母亲莎拉发现了艾米丽留下的字条，知道女儿已经离开了，她想追出去寻找，可还有儿子汤姆需要照顾，莎拉只能放弃心中的打算。就在这时，走廊外传来破窗的声音，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外星怪物闯进来了，继续待在这里显然不明智。莎拉连忙带着儿子朝外走去，谁知门口也传来激战的声响，母子二人只能通过地下车库逃脱。可还没走几步，一大帮士兵突然出现，莎拉母子连忙举起双手，看对方狼狈不堪的模样，很像是被外星生物逼退到这里来的。此时艾米丽和小黑已经来到城市最中央，天桥上悬挂着几具机器狗尸体，显然这里的冲突也是最激烈的。艾米丽悲悯地望了一眼，再次朝着远方前行，不知不觉两人来到一处桥梁，河面上漂浮着一个巨大建筑，艾米丽感觉这里就是外星生命的中枢所在，婉拒小黑继续跟随的打算，两腿用力翻过扶手，接着纵身一跃跳到黑色建筑上。前方不远有一处明显的入口，艾米丽钻进去后转眼来到一个封闭的长形空间，整条过道狭小昏暗，
艾米丽壮着胆子缓慢前行，她在这里看到了许多婴儿，不知道具体有什么作用。艾米丽继续前行，发现过道尽头摆放着一个巨大容器，女孩好奇地走上前去，想不到容器里居然伸出一只枯瘦的手，女孩顿时露出无比惊讶的表情，因为躺在这里的居然是个活生生的人类。世界之战第一季内容到此全部结束，这明显是给第二季铺路的节奏。根据最后的内容来看，这次灾难可能并不是什么外星人入侵，而是人为的一场阴谋，也许正是容器里的男子主导了一切，否则外星武器不可能如此落后。另外，这部剧还有一条故事线，主要讲述莎拉老公历经重重磨难千里寻妻的故事。他在中途还遇到一对母子，由于三观有些不正，而且和主线没什么关联，所以阿奇并没有过多描述。只不过其中的男孩貌似拥有和艾米丽同样的能力，机器狗看到他也是绕道走。艾米丽通过抚摸机器狗看到的幻象，应该就是这位男孩，同样他也能够通过幻象看到艾米丽的模样，只不过他的性格十分阴暗，曾经故意堵死幸存者的逃生之路，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机器狗杀害，而且其中惨死的中年大叔还是男孩的舅舅，同时也是他的亲生父亲，这关系说起来有些复杂，聪明的小伙伴可以自行领悟。外星生命入侵地球，仅仅一波降维打击消灭了大部分人类，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从此开始了亡命天涯的生活。和外星人有着特殊联系的艾米丽无意中发现，所谓的外星人拥有和人类一样的体型样貌，当彼此双手握住的一刹那，艾米丽脑海中浮现神奇景象，这里并不像是地球的土地，几名外星人痛心地将死者抛进河流中，显然正在面临一场灭顶之灾。就在这时，艾米丽突然惊醒，发现幻象中的女子就站在面前，手上还刻着和自己一样的圆形纹身。艾米丽吓得腿都软了，连忙朝外跑去，却被两只机器狗挡住去路。紧接着周边开始晃动起来，原来他所在的飞船升空了，还在等待消息的好友小黑不可置信地望着眼前一幕，转眼来到六个月后，在外星人的压迫下，剩余的幸存者自发组织起来，开始进行强力反抗。家庭主妇莎拉成了后勤护士，而老教授比尔对外星人的研究也取得阶段性进展。他们从河流中打捞出几具外星人尸体，样貌和人类差不多，只不过基因有着独特的突变，导致多器官衰竭甚至残疾，所以他们才依靠机器狗四处猎杀。老教授推测，外星人之所以抓走婴儿，是想利用胚胎干细胞完善自身基因。他在这半年里，根据外星人的基因特性，已经研制出半成品生物武器，目前处于临床验证阶段，如果成功，很有可能一举消灭所有外星人。现在正有个好机会摆在眼前，刚刚一个残破的外星飞船迫降在附近的河流中，如果能活捉几位外星人继续实验，那么生物武器很有可能制作成功。小黑和医生萨姆早就准备就绪，带着一大帮幸存者武装人员浩浩荡荡朝着飞船所在地进发，此时他们也掌握了利用电磁干扰让机器狗瘫痪的能力。当小黑等人抵达河边时，远远看到几只机器狗正在徘徊，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电磁干扰的调试。躲在车底下的小黑有些紧张，因为一只机器狗正在不急不缓地靠近，好在关键时刻电磁干扰发射成功，机器狗立刻失去进攻能力，所有人纷纷站起身开始痛打落石狗。轻松解决掉敌人后，小黑让萨姆带几个人守在外面，剩下的大部队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外星飞船到底长什么样？这群人瞪大眼睛望着眼前一切，四周全是漆黑的金属墙壁，到处散落着机械手臂。让人意外的是，并没发现外星人的踪迹，感觉像是被遗弃的飞船。一群人分散开来四处搜索，居然在座椅上看到一位昏迷的女子。汤姆仔细一看，这不就是失踪半年的姐姐艾米丽吗？小黑也认出她的样子，连忙解开安全带，准备将人带走。同一时间，正在外面把风的萨姆等人忽然遭受莫名袭击，所有人立刻展开反击。跑出来的小黑看着唯一死去的袭击者，想不到外星人亲自上阵了，显然是场预谋已久的埋伏。接到周边的制高点上早就布满了严阵以待的外星人，所有幸存人类只能抱头鼠窜，不断有人相继倒地。好在对方像是有意放过艾米丽，并没有对他开枪。仅仅过了十来分钟，地上已经堆满幸存人类的尸体，能够逃回居住地的只有寥寥数人，而且还人人带伤，整个大厅哀嚎一片。莎拉急得满头大汗，直到看见儿子汤姆安然无恙，这才彻底放下心来。更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半年不见的艾米丽居然回来了，老母亲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可这并不足以掩盖战斗带来的失利。幸存者领导佐伊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他以为解决掉机器狗就可以安枕无忧了，谁知原本孱弱不堪的外星人也能拿起武器战斗了，难道他们已经治愈了基因缺陷？当天夜里，小黑急不可耐地找到艾米丽，询问他在外星飞船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此时的艾米丽一脸迷茫，感觉像是经历了一场梦，可怜的小黑就这样被糊弄过去了。不过教授比尔和佐伊可不傻，天一亮就找到艾米丽，同样问出了小黑心中的疑问，可艾米丽始终都是一问三不知。佐伊认定对方有所隐瞒，从手臂上的圆形纹身来看，很有可能是外星人中的一员，否则也解释不过去艾米丽能够安然无恙的归来。佐伊建议教授给他注射生物武器，正好可以验证效果。
可比尔教授一口回绝，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艾米丽就是外星人，更何况她还是个孩子。其实两人都没猜到艾米丽这段时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在外星飞船中，她见到了外星人首领，正是之前在幻象中看到的女子。对方十分肯定艾米丽就是外星人一族，要求她回到幸存者营地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刺杀比尔教授，因为他正在研究的生物武器很有可能威胁到所有外星人的生命安全。这让艾米丽陷入无比艰难的抉择。从出生到现在，她明明是个地道的人类，可为什么能够和外星人心有灵犀？老教授同样被这个问题困扰。早上趁着艾米丽不注意，偷偷从她的梳子上取下几根头发，通过比对后发现艾米丽的基因和外星人的一模一样，这让老教授陷入迷茫当中。难道她不是母亲亲生的？此时的艾米丽快要疯了，自己和外星人的感应越来越真实，尤其是看到研究台上外星人的尸体时，她甚至有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心中不由得生出一股杀意。另一边的天文研究基地中，凯瑟琳和守卫士兵还在寻找外星人巢穴，可惜没有任何进展。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两名士兵带着一位昏迷不醒的陌生男子走了进来，医护人员赶紧上前施救。凯瑟琳从他的背包中发现一个笔记本，里面写满了声色难懂的内容。就在这时，中校发现伤者手臂上的纹身，想不到对方居然是个外星人，所有人都变得紧张无比。中校上前大声质问，为什么要来这里？原来这名男子是从外星人巢穴潜逃出来的，面对穷追不舍的追击，身体不小心中了一枪。他用最后一丝力气来到最高峰的雪地上，随后便晕了过去。好在没过多久，两名守卫士兵及时发现了他。这个外星人醒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询问比尔教授在哪里。凯瑟琳并不认识比尔，连忙提出困扰已久的问题，你们是怎么来到地球的？对方没有丝毫隐瞒，果断告诉他是至尊音乐信号找来的。凯瑟琳也来不及震惊，因为心中还有更多疑问。你为什么会中枪？为什么要找比尔教授？外星人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他不赞同族人侵略人类的方式，所以逃出来寻找大名鼎鼎的比尔教授，想让对方规划出一条共生的道路。而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记载着先进的物理公式，外星人就是以此为基础研制出了空间跳跃技术。凯瑟琳惊讶无比地望着外星人，感觉这次捡到宝了。可事实真的如此吗？谁都想不到追捕的外星人已经找上门来了。一颗子弹穿过窗户，瞬间击倒护士大婶，紧接着密集的枪声响起，这群外星人很快冲进走廊，双方立刻展开激烈交战。凯瑟琳反应很快，第一时间拉着妹妹逃进后门通道，中校为了掩护姐妹二人不小心中弹身亡，仅剩一名士兵强拉着凯瑟琳匆匆逃离。当基地内再次恢复平静，一名外星人默默来到伤者床边，显然对于叛逃的行为十分恼火，毫不犹豫地伸出双手将其了结。谁都没想到，整整一座研究基地的人现在只剩下三个活口。好在凯瑟琳没有放弃消灭外星人的打算，笔记本上的知识很重要，必须尽快找到比尔教授才行。却不知老教授此时正陷入一场莫大的危机之中。当学校内的幸存者全都进入梦乡时，小黑无意中看到艾米丽鬼鬼祟祟地走出大厅，想不到他真准备对老教授动手，好在对方及时苏醒，没让艾米丽的剪刀刺入太深。这时候小黑也跑了过来，紧紧抱住艾米丽，阻止他继续犯傻。经过这么一闹，彻底坐实了艾米丽外星人的身份，他被单独关在杂物间中。老教授的心里也是后怕不已，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那么对付外星人的研究成果也将毁于一旦。比尔终于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只见他默默打开一扇紧锁的柜门，取出存放其中的新型病毒，正是用来对付外星人的半成品生物武器。老教授准备在艾米丽身上实验效果，女孩的双眼瞬间被泪水打湿，仿佛包含着无尽的悔恨和祈求。比尔安慰说，只是一些镇定剂而已，接着将病毒强行注入艾米丽洁白的臂膀中。以上就是世界之战第二季第一期的内容。这名老者将病毒注入少女体内，谎称只是普通的镇定剂而已，可少女很快就发现不对劲了，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头上不停地冒着冷汗。老教授比尔心中也没底，打算抽取样本回去化验，结果让人很兴奋，病毒终于起作用了，艾米丽体内器官开始快速衰竭。比尔作为病毒的发明者，深知他对外星人基因的杀伤力，他也不想艾米丽因此丧命，表示只有注射胰岛素才能暂时控制病情。可组织首领佐伊心里清楚，库存的胰岛素早就用完了，只能前往药店一趟了。没过多久，小黑带着一帮幸存者来到附近超市，所有人分散开来小心搜索，终于找到售卖药品的柜台，看见封锁的门窗，几人熟练地撬开锁扣，开始翻箱倒柜翻找胰岛素。小黑则带着一名孩子站在超市门口把风，忽然隔壁的货架传来动静，小黑顺着声音悄悄走到货架尽头，发现这里有一只损坏的机器狗，虽然没有杀伤力，可小黑心中升起不好的预感，反应过来后
立刻转身回到刚刚把风的地方，却发现和他一起的孩子不见了。小黑焦急地四处寻找，在超市门口看到孩子的帽子，不用想也知道他被外星人抓走了，所有人的心里都无比沉重。为了找盒药品搭进去一条人命，这真的值得吗？好在艾米丽有了药物作用，短期内不会出现生命危险，可他的家人却等不下去了，因为已经一天没和艾米丽见面了。其中的短发男子就是艾米丽的父亲乔纳森。这是说来也巧，外星人来临时，父亲乔纳森原本身处另一座城市，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这里来，中途还结识了克洛伊母子。想不到男孩萨沙和艾米丽一样，也能和机器狗建立某种联系。有了这个活雷达，乔纳森三人能够轻松避开机器狗，畅通无阻地抵达市中心街道。在这里恰好遇到出门办事的小黑等人，他一看照片就认出是莎拉老公，连忙将人带到教学楼营地。夫妻俩久别重逢，自然是欣喜无比。只不过和乔纳森一起抵达的克洛伊心中有些不是滋味，想必两人在冒险的旅途中早建立了超越友谊的感情。当乔纳森得知女儿被囚禁后，自然气得火冒三丈，他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可比尔和佐伊的态度十分强硬，表示任何人都不能和艾米丽见面，这里大部分都是佐伊的人，夫妻俩也只能无奈妥协。男孩萨沙和艾米丽都有心灵感应能力，知道此事没那么简单，悄悄跟着老教授记下了关押艾米丽的房间，可现在也无法将她救出来。正主艾米丽此时也察觉到不对劲，她想起外星人首领说比尔正在研究对付外星人的病毒，立刻猜到教授给自己注射的是什么。虽然对方很大方的承认了，但她现在也无力改变什么了，眼神中满是绝望。可外星人真的会坐以待毙吗？无比荒芜的街道上，一个瘦弱的人影正在艰难前行，放风的守卫仔细一看，居然是昨天被外星人抓走的孩子。幸存者们全都激动不已，连忙将孩子搀扶进来，看他痛苦的模样，显然受了不小的伤害，几人手忙脚乱地替他检查，发现腹部位置有条很长的缝合伤口，难道是少了什么零件？一名男子连忙拆开伤口确认，可在下一刻他的脸色巨变。 Shit。巨大的爆炸差点将整个大厅掀翻，所有人都被震得头晕脑胀，谁知这还只是开始，无数外星人冲了进来，开始疯狂杀戮在场的幸存者。教授比尔心中一沉，所有病毒全在爆炸中损毁，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病毒携带者艾米丽了，她可千万不能有事。想不到男孩萨沙的动作更快一些，第一时间冲进库房，将虚弱不堪的艾米丽扶了出来。小黑和莎拉一家人知道大势已去，趁着混乱从后门悄悄逃了出去。一个小时不到，整个幸存者营地被外星人剿灭，好在比尔教授跟着逃了出来，让外星人此行的计划彻底泡汤。一大帮人小心翼翼穿过街道，最终选择在一家商场稍作休整。艾米丽此时虽然虚弱，但说话的力气还是有的。老教授见状只好承认给他注射病毒验证外星武器的事情，所有人都气得不行，尤其是母亲莎拉简直快要发疯了。可比尔教授坚信自己没错，随后掏出胰岛素表示这能抑制艾米丽的病情，想不到效果立竿见影，艾米丽在当天晚上就有所好转。男孩萨沙连忙跑过去看望，这算是他们第一次正式见面，可却有种无比熟悉的感觉，因为在幻象中他们早就亲密无比。萨沙本能地觉得自己和艾米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反观老教授比尔却成为大家被孤立的对象，只有原先的首领佐伊对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虽然病毒在爆炸中摧毁了，可艾米丽已经被感染，只要带她前往实验室提取体内样本，同样可以消灭外星人。谁知两人的谈话全被躲在一旁的萨沙听见，这个男孩原本就是人狠话不多的性子，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来到教授身边。他觉得只有对方死了，艾米丽才会彻底安全，至于消灭外星人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当萨沙掏出匕首准备上前时，巡逻的医生萨姆忽然冲了过来，两人立刻扭打在一起。萨沙冷静的一刀又一刀刺进萨姆身体，老教授见状连忙转身朝外逃去，最后躲进街道的黑暗角落才彻底摆脱萨沙的追捕。没想到男孩再次回到萨姆受伤的地方，直到对方完全断气才默默走出房间。即将天亮时，小黑终于发现死去的萨姆，所有人立刻紧张起来，凶手萨沙完全装作没事人的样子，因为没人会怀疑到他的身上。所有人搜遍了商场，没有发现其他人闯入的影子，而且老教授比尔也不见了，小黑怀疑是不是他畏罪潜逃了。佐伊立刻出言否认，此时他最担心的反而是老教授比尔的安危。同一时间，正在寻找比尔教授的凯瑟琳姐妹顺利抵达一家图书馆，因为他们并不认识比尔，只能通过对方出过的书籍找到他任职的地点。很快好消息传来，凯瑟琳终于确认比尔任职于伦敦市的某所大学，虽然他不一定会在学校里避难，但肯定距离那里不远。离开图书馆时，凯瑟琳还特意从尸体上扒下来一个背包，可见他对笔记本的重视程度。一行三人踏上了前往伦敦的冒险之旅，不知不觉来到一处独栋小院，他们原本想找些物资的，却无意间听到发动机轰鸣的声音。士兵走进车库一看，发现一名老者坐在车里准备了结自己，几人连忙将他拖了出来，好在抢救及时，老者并没大碍，
只是早已失去活下去的希望，他的所有亲人都死在这场灾难中，就连仅剩的老伴也在前几天被外星人杀死。凯瑟琳听完后十分不是滋味，邀请他一同前往伦敦寻找教授比尔，这个拯救世界的愿景算是给老者注入新的期望。一行四人很快开车上路，这比两条腿步行可要方便许多。经过一处树林时，忽然听到里面传来呼救声，几人连忙下车查看，发现是一个人类帐篷遭到了机器狗的袭击。仅剩的小女孩想要逃跑，可很快就被机器狗追上。凯瑟琳想要上前搭救，却立刻被大兵制止，因为机器狗的数量太多了，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小女孩被残忍杀害。谁都没想到外星人会如此冷血，做出的事情完全没有底线。凯瑟琳四人无奈地继续赶路，即将抵达市区时，主干道上塞满了废弃车辆，看着两旁腐烂的尸体，几人心中万分伤感，因为前行的道路被堵死。汽车东绕西绕来到一处码头，忽然枪声响起，几人再次遭到外星人袭击，汽车很快出现故障抛锚，他们只好弃车逃进集装箱群躲避。谁知外星人早有准备，居然是先埋伏在集装箱顶端，凯瑟琳几人相当被动，老者不小心被击中嘴部，众人只好边打边退，最后躲进一间集装箱中。老者实在跑不动了，让凯瑟琳等人先走，否则大家都得完蛋。守卫士兵十分干脆，掏出一颗手雷留给他。最后在老者的掩护下，凯瑟琳三人飞快逃出集装箱群。留在原地的老者听到敌人的脚步正在靠近，毫不犹豫地拉下手环。凯瑟琳知道自己彻底失去了这位新交的朋友，旅途的人数再次变回三人，仿佛一切都没发生，可又像是经历了几个世纪那么漫长。伦敦市区内，大批外星人分散到每个街道，都在紧锣密鼓地寻找比尔教授。其中的一个小队正杀气腾腾地走向艾米丽所在的藏身之处，好在放风的弟弟汤姆早一步有所察觉，连忙跑回去给大家报信，也不知道时间能否来得及。以上就是《世界之战》第二季的第二期内容。谁能想到这帮气势汹汹手拿武器的家伙居然全是外星人，他们决意找到研发出生物病毒的科学博士，否则整个外星种族都会灭绝。好在把风的男孩汤姆及时发现情况，连忙跑上楼通知幸存者撤退，他们知道商场正门肯定出不去，只能从侧门绕道跑路。中途遇到零星的敌人，小黑都能轻松搞定，一行人顺利逃到商场外，让来势汹汹的外星人再次扑了个空。这帮人不敢有丝毫停留，连续穿过好几条街，直到抵达一处大型公交站，发现周边没有威胁后，他们决定将这里当成临时据点。可所有人都知道这并不是长久之计，佐伊时不时拿起对讲机，希望能联系上其他的反抗组织。汤姆有些绝望，也许整个城市只剩下他们自己了。艾米丽这边的情况更糟，携带的胰岛素已经不多了，必须尽快出去补充才行。现在能够战斗的人员除了把风的小黑，就只剩下艾米丽的父亲乔纳森和弟弟汤姆。父子俩没有任何犹豫，快速装备好武器后，一起外出寻找胰岛素。他们很快抵达距离不远处的一家医院，两个人约好分开搜索。父亲乔纳森在药柜中顺利找到胰岛素，正准备去和儿子会合，却发现对方居然被两名外星人抓住。父亲生怕儿子有任何闪失，只能无奈放下武器束手就擒。两名外星人的目的很明确，想知道教授比尔的下落，可是昨天他已经离开商场，乔纳森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眼看外星人就要杀死汤姆，乔纳森连忙谎称教授就在不远处，可以带他们一同前往。其实这只是乔纳森的缓兵之计，随意指了指一栋建筑，说教授就在里面，但身边有不少幸存者，其中一位外星人信以为真，连忙跑回去搬救兵，只剩下一名女子留下来看守父子俩。乔纳森等的就是这个机会，趁着对方不注意，猛地冲上前去打掉武器，接着死死掐住他的脖子，确认外星女子彻底没了呼吸。乔纳森这才来得及去查看儿子汤姆，发现他的手臂不小心被榴弹击中，这下乔纳森彻底慌了，搀扶着受伤的儿子回到公交车站，心中满是自责和懊恼。艾米丽清晰地感受到父亲的痛苦，心中触动很大，觉得都是自己连累了家人，同时也认识到外星人的冷血嗜杀。这时候他才开始认同比尔教授不择手段消灭外星人的做法，不由得担心起他的安危来。教授自从逃离商场后，就独自过起了四处躲藏的日子。某次在超市搜集物资时，无意中遇到一位士兵，对方确认比尔不是外星人后，便好心地将他带到自己的住处，里面还有另外两名落难的士兵。这帮人的小队原本足有几十个，和外星人经历无数场厮杀后，现在只剩下三个人。不过他们的战果也不俗，剿灭了一大帮外星人不说，甚至还活捉了一名俘虏。比尔感受到了这帮军人的满腔热血，立刻说出自己的来历，他要将携带病毒的艾米丽带去实验室，这样就能释放生物武器灭掉所有外星人。领头的军人听完后十分异动，决定陪着比尔去一趟艾米丽所在的商场。可抵达商场门口时才发现这里已经被外星人占领，比尔有些不甘地回到住处，心中十分担忧艾米丽是否被抓了。就在这时，隔壁房间传来外星人凄惨的叫声，比尔有些好奇地站起身，发现是有人在痛扁外星人。旁边的士兵解释道，里面那个幸存者的家人全都死在外星人手中，今天恰好是他孩子的生日，所以
以才找外星人泄愤。比尔虽然知道这群侵略者都该死，可内心的良知告诉他不该如此对待毫无还手之力的敌人。当夜幕来临，所有士兵全都沉沉睡去，老教授悄悄偷走手铐钥匙，将满脸不解的外星女子救了出来。找到新住处的比尔也很矛盾，虽然彼此站在对立面上，可始终觉得任何人都不该被残暴对待。看着全身是伤的外星女子，比尔教授默默走出房间，决定出去帮她找些止痛药回来。这里距离之前的学校避难所并不远，穿过一条街区，比尔教授再次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建筑碎片和尸体混杂在一起，和之前的人声鼎沸形成强烈反差。老教授定了定神，在一具尸体手中找到一部无线电，这才是他最想要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教授用对讲机联系上了始终支持自己的佐伊，将男孩萨莎想对自己不利，后来又杀死医生萨姆的事情说了出来，接着让佐伊想办法将艾米丽带到实验室。老教授始终都没忘记提取病毒灭掉外星人的计划。第二天一大早，再次收到佐伊的消息，对方准备强行把艾米丽送去实验室。教授听完后有些激动，决定立刻起身前去会合，连外星女俘虏都顾不上了。当他好不容易抵达目的地时，心中暗暗松口气，好在实验设备没有被损坏。此时佐伊已经做好挟持艾米丽的准备，趁着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悄悄上前用枪威胁，让他跟自己前往实验室。艾米丽知道佐伊的用意后，表现出十分配合的态度。此时的他真想为消灭外星人出一份力，可男孩萨莎却不这样认为，还准备上前阻拦。佐伊立刻爆出他杀害医生萨姆的事实，这让艾米丽彻底看清他歹毒的心思。赶过来的众人了解事情真相后，也理解了艾米丽的态度，全都纷纷站出来表态，要和他一起前往实验室和教授会合。另一边，正在寻找比尔教授的凯瑟琳姐妹已经到达她任职的所在学校，可惜找遍了教室都没看到一个人影，甚至连前台的花名册上也没找到比尔的名字。凯瑟琳顿时陷入绝望中，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就在她借酒消愁时，无意中看到对面的教室有灯光亮起，毫无疑问这里还有其他幸存者。三个人立刻动身，穿过满是尸体的广场，悄悄走进闪着灯光的房间。想不到这里是个大型的实验室，整个房间灯火通明，可惜并没发现活人的影子，只是在最里面的实验台上放着一只机器狗，后面躺着一具浑身是血的尸体。凯瑟琳将注意力全都放在连接机器狗的检测仪器上，显示器上复杂的数据让他无比震惊，这名男子到底在干什么，他又是怎么死的。将男子尸体移到室外后，凯瑟琳开始研究机器狗的数据，他发现其中的一些常量公式和笔记本上的有些相似，想必男子是在研究机器狗的行为原理，这里面应该涉及到不少外星科技。经过一夜的探索，他发现机器狗的处理系统是个超级大脑，一个威胁动作还没做完，他就能预判出无数种应对办法，仿佛能够未卜先知一般。妹妹索菲亚无意中在地板上捡到一部手机，她猜测应该是男子生前使用的，于是找到电源线开始充电。开机之后，索菲亚看到手机里存着许多视频，都是死去男子拍摄的日志，她好奇的一条条翻看，得知男子从电磁灾难中存活下来后，就一直躲在实验室里，这天无意中遇到一只受伤的机器狗，于是开始了对他的研究。这名男子简直就是天才，突发奇想接通了机器狗的控制接口，打算利用读取到的信息破解他的行动原理，只是其中的一些数据转换实在无法理解，所以研究工作一直停滞不前。直到一次突发的意外，他的手臂被机器狗刺伤，最终流血过多死去。凯瑟琳看完这些日志后，心中豁然开朗，男子无法理解的数据转换很有可能就是通过笔记本上记载的公式实现的。当他准备再次读取数据时，手掌不小心被机器狗刺穿，想必那名男子也是这样受伤的，只是凯瑟琳比较幸运，没有伤到要害而已。这一次他看懂了所有分析数据，最终发现一个可怕事实，这些机器狗拥有短暂的时间回溯能力，所以才能预判出敌人的行为。想必外星人已经掌握操控时间的技术。再联想到之前叛逃外星人说过的话，凯瑟琳推测这群外星人并不是通过空间跳跃来到地球的，而是利用时间技术从未来穿梭到这里来的，也就是说这群外星人来自未来。妹妹索菲亚听完后很激动，同时她也带来一个好消息，从男子日记中得知这个学校在伦敦还有一个分校，比尔教授应该是在分校任职。凯瑟琳姐妹没有任何犹豫，收拾好行李再次出发，想必这次一定能和比尔教授会合。以上就是世界之战第二季的第三期内容。这三个人穿行在末世的街道上，周围静悄悄地躺满了尸体，忽然前方传来动静，原来是外星种族正在收集机器狗，他们只好放轻脚步试图偷偷摸过去，随着最后面的索菲亚速度慢了些，差点被外星守卫发现，他只好暂时躲进汽车后备箱中，对方像是有所察觉，慢慢打开后备箱准备逐一排查。当他来到索菲亚藏身的车辆时，这一枪闹出的动静很快引来其他外星人，三个人只好再次开启狂奔模式，最后躲进一间无人的公寓，才暂时摆脱危机。
他们也不记得这是第几次死里逃生了，但一想到肩负的重任，心中很快平静下来。稍作休整后，几人再次踏上冒险之旅。无比巧合的是，他们刚刚走出街道，就被放风的小黑盯上。双方人马一对峙，才知道都是为了协助比尔教授的。凯瑟琳等人兴奋地来到实验室，终于见到期盼已久的比尔教授。谁知对方此时却哭丧着脸，像是经历了无比痛苦的事情。原来昨天他和艾米丽等人成功在实验室会合后，便迫不及待地开始提取病毒。谁知通过化验发现，这种病毒必须依靠特定的媒介才能生效，想要消灭外星人，只能让艾米丽深入外星种族，以传染的方式让他们感染病毒。艾米丽得知后，起初表现得很抗拒，但在比尔和佐伊的劝说下，他还是选择站在人类这边，主要是不想家人死在外星人手中。谁知计划尚未开始便遭遇意外，艾米丽突然觉得全身软弱无力，像是患上疾病一般。母亲莎拉见状，连忙喊来比尔博士检查。当检验完艾米丽的血液后，比尔教授的表情十分复杂，因为他体内的病毒正在急速繁殖，恐怕连注射胰岛素都没用了。佐伊有些不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比尔教授解释道，因为艾米丽怀孕了，免疫能力下降，才让病毒趁虚而入。可佐伊的眼中只有任务，想趁着艾米丽没死的时候，赶紧送入外星巢穴。也许是心有灵犀的缘故，躲在暗处的男孩萨沙居然遇见了艾米丽的死亡，于是飞快来到对方居住的场地，不声不响绕过巡逻的守卫后，萨沙终于来到艾米丽的房间，看他奄奄一息的模样，顿时怒火中烧，认为肯定是比尔搞的鬼。面对手枪的威胁，比尔教授只好说出艾米丽因为怀孕即将被病毒杀死的事情。萨沙听完后更加愤怒了，因为他知道艾米丽怀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当场决定要带心上人前往外星飞船。之前的幻象告诉他，那里可以医治好艾米丽。母亲莎拉为了更好的照顾女儿，表示要一同前往。几拳将老教授打晕后，萨沙这才搀扶着心上人朝着外星飞船走去。没过多久，昏迷的老教授被前来巡逻的乔纳森唤醒，得知女儿和妻子去找外星飞船了，他正准备去追赶，却被比尔教授叫住，因为只要艾米丽靠近外星族群，就能将病毒传给他们。眼看计划即将成功，老教授默默来到埋葬妻子的地方，他始终记得给妻子许下的诺言，消灭所有外星人。可事实真会如此顺利吗？这几个人来到码头时，远远看到一艘外星飞船正准备靠近，却被一名外星守卫拦截。对方得知艾米丽的来意后，表示外星飞船可以治好她，但必须说出比尔教授所在的位置。母亲莎拉自然不肯，猛地掏出武器准备用枪，谁知身后忽然有人开枪，莎拉应声倒地，居然是萨沙痛下杀手。现在他只想救着艾米丽，任何障碍都必须清除。尽管艾米丽拼命反抗，可还是被强拉进外星飞船中，全身固定在座椅上，想要离开都没办法。此时凯瑟琳已经将自己的研究发现全盘告诉了比尔教授，这群外星人很有可能来自未来，至于目的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就在几人激烈讨论时，隔壁房间的克洛伊突然中了一枪，那群外星人杀过来了，毫无疑问肯定是男孩萨沙透露了位置。比尔教授来不及逃跑，只能躲在实验室座椅后面，外星人简单扫了一眼就跑去其他房间，只留下外星人首领在寻找什么。比尔教授突然现身，用枪托将他干翻，随后开口询问艾米丽在哪里。首领忽然变得无比得意，原来他早就察觉到比尔的计划，已经安排艾米丽单独进入一艘飞船内，当他升空后就无法感染任何外星族人，唯一的牺牲品就是那名外星守卫而已。比尔教授听完后急得不行，连忙跑出去和众人会合，他们对地形比较熟悉，知道后门还有一条通道，将大门锁死后，几人成功逃了出来，可惜他们还是晚了一步，码头的外星飞船已经开始升空，众人只能干瞪眼，没有丝毫挽回的办法，无比沮丧地离开码头。他们再次找到一处公寓稍作休整，一次偶然的谈话，教授得知萨沙也能和外星人沟通，而且患有遗传性肌肉萎缩，这让他的心头巨颤，外星人的基因突变和萨沙的疾病有些类似，再结合艾米丽患有先天失明的病症，比尔教授得出一个大胆结论，艾米丽和萨沙其实就是外星种族的先祖，两人都患有先天性遗传疾病，导致后代产生基因突变，整个种族一直被疾病困扰，所以才穿越回来寻求办法。可艾米丽和萨沙已经登上飞船，比尔教授知道已经错过消灭外星种族的最佳时机。凯瑟琳突然想到外星叛徒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假设，也许这里会有什么突破口，可笔记本上的内容太过复杂，连比尔教授都看不懂，最好的办法就是寻求外星种族的帮助。此时正处于飞船上的萨沙通过操控台也了解到事情原委，可艾米丽并不想悲剧重演，她还有一个挽回局面的办法，那就是自我了结，谁知萨沙千方百计的阻挠，飞船中有足够的食物和水，铁了心要和他无休止的繁衍后代。市中心荒芜的街道上，外星人正在清理腐烂尸体，堆砌的尸堆快有小山般大小了，借着一把火将它们清理干净。
显然外星人认定已经彻底击败人类了，可比尔教授并没放弃，埋伏了半天，终于等到从军人手中救出来的外星俘虏安娜。万分巧合的是，对方就是那位叛逃外星人的妻子。比尔教授说，安娜老公其实是被自己人杀死的，因为他和人类共存的理念没有得到认可。安娜起初还不相信，带着满心疑惑回去询问首领，对方知道胜利即将来临，便有恃无恐地承认外星叛徒是自己让人杀害的，而且接下来还要杀光所有外族人。安娜终于看清外星首领的狠毒用心，决定做些什么来救赎自己和老公。当天晚上她联系上了比尔教授，表示可以启动老公留下的时间通道，只有回到过去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比尔教授接到消息后虽然激动，但难免有些担心，这会不会是外星人设下的圈套。转眼来到约定时间，安娜告诉族人，她和比尔就是约在对面商场见面的，可当所有人进去时，却没发现半个人影，安娜也不知何时离开了。原来她是故意引开族人，自己跑去和比尔教授会合。此时的安娜没有任何隐瞒，说出了老公要寻找比尔的原因。原来比尔能够灭绝整个种族的说法是从第一代外星人口中流传下来的，可安娜老公察觉到族人因为基因疾病即将灭绝时，决定反其道而行，打算让比尔出手拯救整个族群。为了完成这个计划，他在日记本中留下了一条隐晦的时空通道，恰好安娜对此无比熟悉，接着便带着比尔教授再次找到一艘外星飞船。谁知外星族人早就猜到安娜的想法，早早埋伏在通道入口，凯瑟琳主动留下来断后，结果惨死在外星人手中。好在安娜和比尔成功进入飞船内部，一通复杂的操作之后，比尔教授开启了时空隧道，一道璀璨的白光亮起。比尔教授已经身处洁白的病床上，他再次见到已经死去的孩子，显然已经成功穿越到过去。医院里人声鼎沸，所处时间段应该是外星入侵之前。说来也巧，艾米丽一家恰好也来到这家医院看病。比尔知道这是改变未来的绝佳机会，只要艾米丽死去，那就不会再有所谓的外星种族入侵了。老教授极力平复心中的激动，随便找个借口将单纯善良的艾米丽骗到顶楼天台，没有任何犹豫，一把将她推了下去。在死亡前的一瞬间，艾米丽想起许多曾经的经历，可这注定只是一场泡影。转眼来到第二天下午，比尔教授正在办公室如坐针毡，因为外星袭击的时间点就要到来，此时他的心中也没底，杀死艾米丽到底能不能改变未来。最先发现外星入侵的凯瑟琳此时正像往常一样监测着信号变化，好在几个小时过去了，并未发现任何异常。一觉醒来的比尔教授惊喜地发现外星族群入侵的时间点已经过去，人类世界没有任何变化。他兴奋地奔向街道，再次看到朝思暮想的前妻，而小黑从油罐车中爬出来时也没看到世界末日的景象，他和往常一样回到家里跟自己的母亲来了个热情拥抱。以上就是世界之战第二季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阿奇将带来更多的精彩好剧，感谢大家。